我说的话你听到没有？不要再想着做演员了，你怎么管这么多呀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又看到了一个新的试镜消息，打算去试试。试镜？你别胡说八道了！我高二的时候才没有出去试过镜。那是你，不是我。我在我们学校门口又看到了一则新的试镜消息，我准备去试试看，说不定。 你要感谢我，那你提前当上女主角呢。<笑>你疯了吧？门口的小广告全都是骗子，不去试试看怎么知道吗？你不懂，娱乐圈的水深得很，你一个小丫头片子根本就应付不过来，连我都应付不过来。做演员这个剧本不是什么好结局。 就你懂得多，少管我，不是什么好结局，我就是美丽的。